三、二、一。机器人书店推出上台报告就能拿到小礼物的活动。嗯，我已经选好我要的礼物咯。哦，那琪琪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呢？嗯，奶奶你猜猜看啊。嗯，好吃的点心。嗯，太普通了。哦，那就是好看的书。嗯，也太普通了。啊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嘛？遥控汽车。哇哦，这么酷啊。嗯，对呀，所以我一定要报告得很好才可以拿到遥控汽车。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好了。一二三开始。这本书很好看，我一直看一直看，说完了啦。哇哇哦，你的看书报告也太短了吧。那我再说一次。好啊，一二三开始。这本书很好看，我一直看，我从最后一页看到第一页，又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。我说完了啦。怪哟怪哟，怎么还是怪怪的。琪琪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今天那个看书报告说的怎么样啊？不太好。哦，好像有点事啊，我要去看看琪琪，你们呢，去看一个好玩的东西。水果，水果，冰淇淋，冰淇淋，加上三声大笑，哈哈哈。琪琪呀，上台讲话本来就是会紧张的啦，奶奶也会啊。嗯，可是我只有拿到贴纸而已耶。琪琪，你今天去书店报告会有礼物拿哦。我刚刚去过了。啊，那你有拿到礼物吗？有啊。这个。哦，好酷的贴纸哦。唉，
可是我比较想要遥控车。啊？那我好去报告，我帮你拿遥控汽车。啊？真的？嗯。耶、yeah! ！琪琪、瓦路真是好朋友。瓦路加油。嗯嗯，没问题。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嗯，我是瓦路。这本书，是琪琪叫我看的。我，然后，很好看。哇哦，哪里好看？能不能说清楚一点？就是，哎呀，我不会说啦。有，瓦路也拿到贴纸啦。机器人店长说一二三开始，我就忘记要说什么了。我也是耶，一听到一二三就好紧张哦。哦，一听到一二三开始就会紧张啊。对啊，很紧张。哦，这很奇怪。我来打个电话问问看机器人店长怎么回事。小怪兽船长好像还没有报告哎，去问他要不要去。好啊。哦，他们真的好认真啊。哎，那我们也来认真的听个好听的故事。故事喵。喵！阿宽先生的新家，蔬果方舟。今天的大海看起来很不平静。快点快点，我们发现很多东西哦。我们发现很多的东西哦。有大餐吃了。让我想想，哎，有了！嘿嘿嘿，耶嘿嘿，完成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好耶！准备开船，出发！快上船！快上来！起来起来，你不看一个小岛。好大的手帕啊。这下子可有的忙咯。下班喽。终于有了新家，大家都好开心哦，看样子今天晚上一定可以睡个好觉哦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Honey News， 一起看星星。
你喜欢看星星吗？喜欢呢，我还帮星星取名字哦。那是大金鱼，那是小布丁。你为什么喜欢看星星？因为看了以后心情会变开心哦。可是怎样才能看到星星呢？很简单，瞪大你的眼睛，在安静的天空里慢慢的找，就能找到你想看的星星。哦哦别忘了找你喜欢的人一起陪你看星星哦。水果冰淇淋。琪琪瓦路听到我说一二三开始就会紧张。哇哦，可是我没有做什么。好的好的，我会查清楚的，再见了。琪琪瓦路很紧张。短腰，会不会是因为我太帅了？哇哦！哇哟！没错，一定是我太帅了。不要了，我不会报告。哎呦，你就去试试看嘛。对啊，我和琪琪都去了。而且你看，等等，机器人店长送给我们这个哦。哇，好酷哦！可是我一定说不好。哎呦，试试看嘛。好吧。耶！看样子啊，小怪兽船长啊，答应去书店喽。哟，亮亮来了，好，我们跟着亮亮去找美人鱼。正在问他的杯子在哪里。好啦，我就是已经在想了嘛。我早上走进来的时候，你的杯子放在那里，然后我……你一直吵，我想不出来啦。你不要难过嘛，我一定会想出来的啦。找聪明树帮忙，先让我的头脑变聪明，再来想。动动头脑，一起变聪明。要做什么呀？二和八不见了，一三五六九也不见了，四七十也不见了。我记得中间的牌子应该是十。耶，答对了。我想到了，你的杯子被我拿到厨房去了。幸好又想起来，那我去拿亮亮的杯子哦。你们先听歌吧，听歌，耶！胆头鬼呀，我不怕。熊爸爸，黑山洞我不怕，恶魔海呀我也不怕，就怕叫我吃苦瓜。气球破了我不怕，打雷闪电我也不怕，就怕
叫我去看呀。总有一点点小害怕，如何才能丢掉它？跟你说个好方法，紧紧的抱一抱，念句咒语吧。巴拉巴拉巴巴巴，沙坡沙坡爱看花。巴拉巴拉巴巴巴巴，可乐配炸虾。嗯，真的有用吗？哇哈哇哈哇哈哈！准备好了吗？算了，我还是不要说好了。哎呦，试试看嘛，你都来了。好吧。哇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怎么了？那个音乐好大声，好可怕哦！哇哇，我调整一下。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哇哦，这样有好一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哇哟，几奇瓦路他们会不会也被这个声音吓到了？机器人店长，我可以开始说了吗？请开始。我最喜欢看的书就是《红胡子船长》，他是一个样子有点凶，可是心地却很好的船长。他可以一只手对抗大海怪，还把船开得比鲸鱼还要快。我希望我可以变成一个像他一样厉害的船长。报告完毕。说得真好，你的奖品是遥控车。遥控车？你遥控车要送给我？对呀，送你。小怪兽船长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想清楚了。我比较想要小花贴纸。小花贴纸？对呀，你们的小花贴纸好漂亮，我好想要哦。每个人喜欢的东西真的就不一样啊。瓦路，我跟你说。好啊。小怪兽船长，你在这边等我们，不可以乱跑哦。好，走吧。琪琪瓦路想到什么办法？等一下就知道。我们先来看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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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全过关。那是什么？哇哦！哇！哇哦！还好没事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大恐龙！快来救我，小勇士！救命！救命！一大头，我来救你了，耶！第一关，恐龙拼图王，快快快，赶快通过火山区！只要完成大石壁上的拼图，就可以过关。看清楚题目。是哪一只恐龙呢？是它吗？好，带着它，踏好第一步。小心啊！第二步，很好。第
三步，不要急，很好，踏稳，很好，试一试，对，慢慢把重心转过来，好，哇，看看答对了吗？是这只恐龙吗？耶，没错，你过了第一关，厉害。第二关，珍珠果大餐，敲啊敲，只要能够敲出三颗珍珠果，交给三角龙，你就能过关。拿什么锤子呢？选一个。哇哦，选一个那么大的，蹦咚，哦，孔咚，哦，邦当，乒乓，邦当，你要站稳啊，你自己要站稳啊，啊，哎呦，哇哈哈，好的，看看哪三颗是一模一样的，啊，放在这边，啊，还有一颗，找来啊，好，飞过去，看看，耶。答对了，你过第二关呢。第三关，拯救恐龙蛋，小心穿越吊桥，转动转盘，拉起恐龙蛋，你就可以过关喽！加油！高高的吊桥，哎，扶着很好，这样安全一点。对，很好，慢慢过来。哦，你很注意安全，赞！好，来，把恐龙蛋转上来。这有点重，有点，哎，你很会用哦，身体的力气来，对对对，很棒，加油，哎，对，哎，转，哎，哦，哎，哦，很厉害哦，你真是厉害又勇敢的小勇士耶！找到恐龙蛋了，谢谢你，小勇士，哦，哦，哦，好，妈妈，这才是你妈咪啊。下次再来恐龙岛冒险哦！我们想要再报告一次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耶耶！我把可怕的音乐换掉了，这样应该不会再让你们紧张了。嗯，谢谢。谢谢。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我和瓦路今天要介绍的是《红超人》这一本书。我很喜欢里面的图。我很喜欢里面的故事。我希望可以像红超人一样，常常帮助别人。所以这本书是最好看的书。哇哟，介绍的真好，连我都想要看了。来，送给你们遥控车。我可以画小花贴纸吗？这些贴纸都要给我们。对啊，你不是很喜欢吗？可是，那你们呢？我们可以玩遥控车啊。真是太好了！还记得吗？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啊，琪琪到那个书店参加看书报告活动，想要拿到遥控车奖品，可惜没有成功。瓦路呢想帮琪琪拿到遥控车，但是呢也失败了。直到小怪兽船长鼓起勇气参加，终于得到了遥控车，还把遥控车送给了琪琪。为了谢谢小怪兽船长，琪琪决定再挑战一遍，终于又拿到了小花贴纸。瓦路，快点，我们去玩吧。好，我也要去。不过在你们去玩游戏之前，我们要先跟所有的大朋友、小朋友、勇敢接受挑战的朋友说什么呢？拜拜。睡过，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
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冰淇淋一起说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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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